我觉得它吃起来像咸汤圆，对，但是它的皮没有像汤圆这么的烂，它是比较 Q 的，因为它肉蛮有味道的。嗯，但是真的太烫。之旅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穿暖一点。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因为还要等20分钟的车，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月台这边稍微等一下，等待车子的到来。其实我有查一下关于新埔车站的相关的一些资料，上面说新埔车站其实是那个海线五宝之一，原因是因为那个新埔好像是西部海线的那个火车站里面少数几个还保留日治时代建筑的火车站，然后也是就是西半部铁路里面呢最接近海边的一个车站。从新埔车站那边走过来，就是一出站就可以看到滨海步道，然后走没多久就可以到海边了，然后海边就在我们前面，在这边。
慢直走，然后去找食物吃，然后肚子有点饿，顺着这个指标去吃霸王吧。跟着 Google Map 走，然后来到了妙法纳斯洛。我觉得蛮厉害，它外面炸得很酥，可能它里面的豆腐、是嫩的，是吧？所以是蛮好吃的。我很喜欢这种外酥内软的豆腐。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真的蛮好吃的，而且它的酸菜跟泡菜都给的太多太大了，而且搭配的是酸菜跟泡菜丝，其实很清爽也很过瘾。如果你有来通宵，这个臭豆腐我推荐你可以来吃。酱甜甜，看起来应该像是有炸过的，但是跟平常吃的炸霸王不太一样，是它偏软，没有像一般炸的很金黄的霸王那么的硬。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口感比较好吃。里面的肉是整整大块，直接吃有点咸，建议上它的内馅、它的皮吃。我觉得这个也霸王，有比我在通宵吃的好吃哎。刚刚点了炸鸡。说要等20分钟，然后在等待过程中去吃了就是民宿老板刚刚推荐的那个肉圆。然后其实今天院里，应该说今天苗栗啦，苗栗风很大。然后刚刚背包客栈的老板跟我说，我才知道说原来今天是北风最强的一天，所以今天有点冷。
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